我在网络上的加盟爆料区看到一段文字，哎，你不用花这个钱加盟，因为我有那整套的 SOP， 你自己拿去开店就好了，你不用花那么多钱做加盟。看到这里，我就很好奇，拿了这套 SOP， 你就有办法 copy 一个品牌出来，难道你就能开出一间是吗？回到总部的立场，我其实是要跟总部讲，当一开始我们开放加盟主跟我们做加盟的时候，我们要去做所谓的保密条款跟竞业条款，我们更要在合约的重大解约条款，还有解约程序上面去跟我的加盟主讲清楚。一旦我开放你做加盟，我给你的资料你要进行保密。当你今天不要做好，你要解约的时候就要按照我的解约程序走。我给你的任何文件，哪怕是一本手册、一份契约，甚至是公告，你都要如实的缴回我总部。你没有按照我们的解约程序把这一项一项的文件交回给总部，那一项我们可能就要罚几万块，而且你不可以复制复印让它流传出去。如果你真的让它流传出去，你就违反保密原则。